谢谢。啊，我就喊吧。我跟那个阿文，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主要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2001年吧。那个我们家乡的人在北京搞饭店，嗯，然后。请大家安静。想在北京搞一个饭店，当时很多朋友都来了，然后文老先生知道了以后，通过朋友介绍，要见面。当时呢，我虽然是在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工作，但是这一段历史不是很熟悉。后来听说文老呢是跟我父亲在黄埔四期的同学。